阿妈，嗯，这是阮婚礼要用的去的名单，咱小金哦弄得出来。嗯，我顶头有企业家啦，啊，政治人物，啊，亲戚朋友拢有啦吼。安尼即马唔剩婚纱甲印贴啊尔，你拢准备好未？婚纱小金已经选好啊，啊，贴啊，即马过来设计啊。啊，来较紧的呢，吼，无得到时啊印啦，啊，如果行，我行袂赴。我知啦，我尽量哩这两天吼，全部处理也好。安尼就差不多啦，文娘啊，你若结婚了吼，阿妈这心愿哦就完成啊啦。阿妈，啊时间嘛要到啊，小戴咱是不是要准备去餐厅吃团圆饭啊？哦对哦，这代志我是放在心肝头的呢。哦，我有准备一项物件吼，要给英杰啦，可以做领做贵重的礼物啦，你来看看。英杰吼，个性遐尼怕，啊，佮有艺术感，讲我惊买这吼，伊唔知有介意无？阿妈，啊，既然是另做贵重的礼物，当然较贵重的啊。而且这支手表外口固安全胶，真有价值的物件，拄好适合和李英杰当作是传家之宝，以后父传子，子传孙，代代相传。小金，你起码就了解阿妈的意思啊。我当初买这表啊，就是款想法啦。是讲阿妈，你真正做有心的啦。啊，顶多是我这做哥哥的，我啥拢无准备。嗯，你啥物嘛免准备，你只要把你的心甲掏开，接受这弟弟就好啊。哦，对，来，给我倒包一下。好。等彭丽君酒家女的身份被拆破了，我再看李英杰是要用啥物兵回来拜祖先。文琪啊，拜谢拜谢，李定华，来来，包厢拢准备好啊，这边。哦，麻烦你了啊。给。来，李定。啊。来，李定。嗯。这间会使未？熟记熟记。李来。酒家菜吼，刘姨的肉酸配台湾在地高粱酒，唔知有合你的口味。厉害喏。好啦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先走。坐啦坐啦，你是在干啥？坐来来。无啦，院长，啊恁这么久无见面，一定有真侪话要讲，我今日无方便啦。不，我先来走。啊，今仔日所有的费用我拢处理好啊，哈。感恩哦。以后若是好康的哦，绝对袂将你放袂记啦。好。多谢院长，多谢。我先来走。明中院嘛，差不多要到啊吼。阿妈，是免着急吧？应该随到。顶天我生日的时阵吼，想讲会当借迄个机会哦，规家团就团圆饭。哎，想袂到王明中会出车祸，这代志我直直放在心肝内，感觉足大的遗憾啦。哎，想讲这世人可能无机会通好规家口食团圆饭啊。家在即摆小亲哦，足大心的，甲我想讲借这机会，搭规家口斗阵，真好。阿妈，母娘，应该有会恁来啊，来，请坐。来，佳姐，应该有会，恁两个手牵手入来，是表示。阿妈，今日拄好趁这个机会，我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有会已经答应要做我女朋友啊。真好，真好。今仔日哦，我两个孙，两个未来孙媳妇，甲到你食这团圆饭，哦，足欢喜的。这嘛是因为你阿哥文娘愿意拍开心肝，接受英杰当来做你家的子孙，才有法度做伙食这顿团圆饭啊。其实，在我甲阿妈心肝内啊，早就已经接受英杰啦。人做贵重只是一种形式啦，啊，不过这种形式嘛是有必要，就等于讲哦，甲社会大众大家讲，英杰就是咱李家的子孙。
也是我李文良的小弟。阿妈，文良，多谢你。真久无看呀！莫遐尔找分啦，就参像以前同款，叫头骨安尼靠人。好啦，先坐再讲。哦。无等啦，李长官你无见面安尼，你游玩哦是遐尔妖娇逼的。李长，即摆叫我本总裁。啊。哦。总裁的总裁嘛，跟那牡丹花同款的总裁。是讲这么侪年无看到你无你的消息啦，想不到我一转来哦，才知影你已经变成一个会当呼风唤雨的大姨丈啊。这边你我出来讲生意，我想要听讲梅啊，你对从化区这个案子有甚么看法？啊，哦，哈哈，哎呀，那讲到这吼、我这個人哦，巴肚那是无退好饱，酒那无健能杯啊，我就不要讲生理了。来来来来，先吃饭，饮酒哦。喂，我已经安排姨丈甲彭雷军在203号包厢。你找机会偷偷给骂过。我无需要贷款，多谢。李董诶，啊你毋是讲彭总裁做伙过来，啊还无看到伊？啊，是安尼啦。啊雷军哦，公司小我牵着啊，也毋过伊随赶过来。啊，我看吼，伊是无注重这顿饭啦，啊无闹到即阵也未到伊，就叫咱大家等伊。嘛，想个大摆去。阿妈，你莫误会，阿姆知影你答应今日会当参加家庭聚会，今天就欢喜的。伊阁专工去准备礼物，要送你还阁有分量。哦。阿妈，阮妈是惊讲伤早来哦，拍歹气氛啦，所以哦叫我跟阮爸来哦，陪你开讲，互你较欢喜的。那遐等一下来哦，你就袂遐生气啊。好啦，安尼我咧哪吃哪等啦。可以上菜。阿妈。其实今日哦，我搁带一个礼物，来送予你，还搁分量嘛。哦，什么？拍开看嘛，就知影。好啊。来。你看。这是位哦。嘿啊，你看，我特别留两个位，一个留小金，一个留优惠，以后记得恁家时阵，我才该画的。嗯。啊，这是我，这是分量啊，这是你。这是爸爸，这是妈妈。你若一家你家的人坐飞机，做伙出去佚佗。阿妈，文良，我知影你即马阁无多接受阮妈妈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希望有一天，你会当谅解阮妈妈，会当让阮妈妈变作是你家的人。应该歹势啦，这点我真正无多甲你保证。不要紧啦。你今日会当接受我，对我来讲我就真欢喜啊！阿妈，文良，这杯我先敬你。啊，你拿食，我来洗洗手的。好。阿妈。我陪你去。好。啊，这杯饮多了哦。从化区案件就胜利一分啦。咁真实嘞。来来来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院长啊，阿公话啥算话哦？哎，我地铁炮嘞，讲一就是一啦，就安尼决啦。来来来来来。啊，来来来，这杯吼，你莫饮，我替你饮，吼。哎，今嘛
生理讲煞啦，我想要甲你吼讲一寡心内话啦。我是听讲吼，你正正啊，缀一个查甫啦，吼，啊，斗阵二十几年啦，囝嘛替伊生啊啦，结果呢，到尾啊无命无分啦，安尼哪会着？我过去来地话，好无？哎呦，弟弟，我甲你讲，是我无想要结婚，我无想要把婚姻办掉的。搁再讲，我后生对不起查某啊，食我老豆腐无无意思啦。哪有可能啦？你看啦，你的皮肤哦，比原家以前同款，遐尔白泡泡、幼咪咪呢。记得，我有甲你讲过啦。今晚我是建设公司的总裁，我拜托你，还佫甲叫我较早我伫酒家上班迄个名无？你的皮肤哦，比原家以前同款，遐尔白泡泡、幼咪咪呢。记得。我都跟你讲过啦，今晚我是建设公司的总裁，我拜托你，还佫甲叫我较早我伫酒家上班迄个名无？哎，是安怎？叫牡丹就好听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卖生气啦。那我安尼嘛，以后我出去哦，我卖讲啦，吼。也毋过，你敢会当听的啊？我要出来开讲一下。就参照以前同款，那是安尼吼，咱两个人的合作会搁较圆满，哈。局长，啊，即摆时空无同安尼，安尼敢通？咱安尼常常私底下出来，万一后果再对翕着，安尼你唔惊你冇吃醋？啊无安尼啦，下回出来的时阵吼，甲恁某做阵吵起来，互阮熟悉一下，我保证。我一定个大嫂哦，当作是我的姊妹仔伴，安尼好不？哎，你即摆是安怎啊？我即摆是咧甲你哦，讲你甲我的代志，脚踏着阮某是要创啥？你莫忘记哦，当当年啊，我是常常捧你的场哦，伫你的身躯哦开正侪钱呢，若无你敢会变作乌米伊泉州街红牌？局长，哦，性格甲较早同款呢，卡袂着都要生气，我也无歹意呀，别生气啊啦，哈。这样，这样差不多的。局长，哎呦，别这样啦。不要紧啦。阿姆啊，拍死拍死，无用嘴力哦。妈，你听我解释。对不起，你就袂计较查某，你就是搞这番手法来做生意，你还想什么离我离噶？我跟你讲，永远无可能。妈，别浪费气力了个啦。就算讲你得着，也无人相信你啊！细爷总裁，迄天我真正约到出村嘞，原来你真正是赵家女啊！邓丽君，即届你唔呐是输啊，佫输到真彻底。我看你即届是连爬都爬袂起来啊！你听成功安尼，就甲我拍牌。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要你付出搁较比惨的代价。你再等一下。干嘛呢？那真正安尼，我绝对会等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让你气到安尼，连饭都唔吃，外头就走。阿妈，小静，他到底跟阿妈做伙时阵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
这款代志，我实在唔知影要怎讲才好。就是讲，把你查某袂计较的代志，拢讲出来。拄则我甲阿妈无说你看到本总裁伫咧。妈，奶奶。李坤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既然本总裁都来啊，过去可以甲气象大家解释。拄则伊甲二长电梯跑，伫咧另外一个包厢咧做什么代志？孙小姐，你莫胡白讲话，我甲二长只是咧讲公事尔。讲公事，搁会卡来手来哦。啊，搁讲啥物？只要你定定出来陪我开讲，就亲像过去安尼。啊，从化区别行李就是你的啊。若毋是阿妈冲入去，无得靠。我会搁较爱卖啊！啊，而且第二张搁讲，本总裁过去伫咧酒家上班，敢若叫啥物牡丹，伊搁开真侪钱，甲牡丹捧场的。你讲啥话？妈，孙小姐讲的敢真实？你真正？忘不掉，过去我确实伫咧酒家上班，也毋过迄是二十几年前的代志啊。我拄则甲院长真正是咧讲公事，并毋是像孙小新所讲的有啥物暧昧啊。是啦，啊，阮人也无伫包厢内底，可能有一寡话听无啥详细。啊，毋过迄窗仔是有玻璃，我甲阿嬷是看啊清清楚楚啊。啊，佮加上我甲阿嬷入去的时阵。亲目睭看到电影长给伊冷调调，这阮应该无误了你啊！妈，这一条我跟你说，我甲电影长真久已经无见面啊，也毋过我并毋知影伊会对我牵起手来，也毋过我有甲警告，我讲我即马有家庭有翁，请伊毋通阁安尼啊！你这款情差，这款举动，根本就你有冤大无人！搁讲人你甲伊食豆腐，好啦，就算讲你是酒家女，做生意敢着顾酒家女的手大心，啊，你才做有生意心。妈，你误会丽君啊，伊今日特别打扮是为着要甲你食饭，想要予你有好印象啊。你别替伊讲好话啦，你哪会这么无路用啊？予这款查某傻咧戆戆说啊，啊，你敢唔知影讲，伊这么侪年来拢用这款手段咧做生意哦？好啦，就算你予总裁名分啦，有啥物路用？伊也是当年的酒家女啦，是干你这款戆囡仔啦，把这款查某摸在心肝头，当作宝，想要甲伊结婚，佮想要让你迈大门，佮要名分。妈，丽君对我感情是真实的，我相信伊绝对无可能反背我。你莫因为伊捌伫咧酒家上班，就安侮辱伊，讲话刺激。我若听你安尼讲，你是早就知影伊的出身是酒家女。忘不掉，我早就知影。我甲伊是伫酒家熟识。你竟然为了一款查某，放无放假，离家二十多年，你头壳是伫创啥物？你是伫想啥物？王辉，王辉，我答应你，规家来吃团圆饭，结果了，伊根本就无当作一回事。甲伊第二张两个去求求人人，我甲你看伫眼内。无甲我咧死大尊上，点去？莫阁讲啊！你这不孝子，恁两个既然欺骗我，还阁想要揣伊入门，出去，跟我出去！我莫阁看你！你这不孝子，恁两个既然欺骗我，还阁想要揣伊入门，出去，跟我出去！我莫阁看你！你莫甲我气死！阿妈，阿妈。心歹真生气啦！我想你当的伊嘛想袂到讲，啊，咱会遐尼拄啊好听到本总裁伫酒家上班的代志，啊，若无伊应该唔敢要求你接受本总裁的理解大门啊。
好啊，莫再讲啊。是你问我的啊，而且就算讲我无讲出来，啊，地铁炮嘞，我是惊讲地铁炮伊若四界宣传，安尼对万年甚至是三代名声，拢有真大的影响嘞。小静，有够。第几？你怎么跟咱只脱离过去生活？是安怎？你爬过甲地铁炮有够惨？你明明就知影，以前伊就对你有意思啊！你搁去找伊，你安尼不是家己找麻烦？当然嘛，不是。我这个院长是希望甲从化区迄个 case 甲讲好实，安尼对咱万年以后会真有帮助。我哪知伊会对我无礼貌？好啊，你莫搁讲啊！我袂搁相信你的话啦！你跟我出去，跟我出去啦！阿妈，紧坐啦！我拜托你了，跟阿彭总裁带你回家，我搁去见妈。我爸妈等下等。妈妈先走。阿妈，今仔这顿饭是专干为英杰办的。彭总裁遐尔疼英杰，一定唔甘做出予英杰歹看的代志。所以今仔代志真有可能是意外。幽惠，我知影彭总裁真有可能是你未来的大家，啊，不过你是非嘛要分得清楚啊。今仔日这件代志是千真万确的，啊，你即马加替伊讲话，唔是予阿妈佮彭娘加伤心的。阿妈，我先来走。真是家门不幸。妈，别生气。喂。馆长无伫个，伊个传单的内容，阮不予置评。喂，我无清楚，你若是要做迄款报道，我会告你诽谤哦。对呀，哎，这当时安怎啦？咱气喘喘呢？就记者一直敲电话来问，雷雷暴露海的真相啦。啊，伊若真正查出雷雷露海的情形，我敢会有代志啊？难讲真个啦，攻击阮姐夫这个恶行，真正哦，伤杀力真大啦。那如果安尼新闻阁继续安尼追查落去吼？我是惊讲，你介入人的家庭做第三者的代志，往遐惹出来，啊，连黄丽丽无细日去跋落海的代志，万一讲是你编的，啊，迄就是明明家己要学袂走啊！我嘛有甲祖宗叫伊莫阁退后，啊，伊就是袂听，迄是家己跋落去的呢，啊，即摆咱大家拢怪我，恁哪有道理啦？好啦，因为你莫着重啦，安尼会去伤着身体啦，我知影。我知影你真委屈。啊！因凭什么怪我？凭什么怀疑讲是我害死奶奶？我只是无尽全力甲救起来啊！啊！刚刚伊家己无说伊跌落去，我无怪救，我冇责任。而且伊跌落海，我若是甲救起来，伊唔来袂感激我，佫会继续搞手指挥。我想来救伊来害我家己。对啦。我是无用力，把伊揪掉，我看伊跌落去。遐不过，这拢是家己自找死路啊！你在讲啥？伊跌落海，我若是甲救起来，伊唔来袂感激我，佫会继续搞手指挥。我想来救伊来害我家己。对啦，我是无用力，把伊揪掉，我看伊跌落去。遐不过，这拢是家己自找死路啊！你在讲啥？
你给我讲清楚，你是不是讲你跳过放给皇帝的波罗海？好啦好啦，你妈妈要拍声少，慢拍清清，啊，无你这暗算要甲电油死哦啦！你给我讲清楚，你是不是讲你跳过放给波罗，无要解救？姐夫啊，你听我讲啦，啊，才黄丽丽四五十公斤，当有米啊，才三斤落油，伊哪有迄个气力去甲扭起来？伊拄只咧讲的拢是气话，啊，你遐认真要创啥啦？你拄只明明讲，你跳过去放给伊跋落海，你无爱解救，我听甲清清楚楚，我毋是臭鱼人啊！哈、啊，你不是臭鱼人，无唔对啦。但是伊咧讲的是气话，我都甲你讲过啊。啊，你来遐住啊？你点点啦，都是拢你踮边仔咧甲听啦。伊只脚步愈行愈唔对啦。今日你妈妈插阮兜的代志，伊袂遮离经啦。你安尼是非黑白不分，教歹囡仔大细，你嘛较有天良咧。都是你啦，都是你啊！我那个黑性命，要甲幽冥人救起来，啊！你等于甲气落去，害愈了愈深。我那教养二十几年教养袂好，伊还两三个月你都甲拖歹去，你甲幽冥人都还怪早嫁嫌我，你甲嫌我啦？咋子呀？我哪有甲拖歹啦？啊！咱天龙讲啦，我哪袂比恁两个较无疼伊的啦？啊！我吼，我靠你！哈！我歹看到你。你敢出去？嗯。啊，我。出去。我不能出去啊！我怎么找家呢？出去啦！阿母，啊，你阿母，当然不能跑。你这可，你心肝这么勇，无猜我来跟你饲二十多年。袂输敢来饲精神哩，我故意甲你泡死！阿叔啊，你等一下，阿叔，阿叔，妈呀，你等一下，你泡你泡我，想啊唔对，想歹去，该歹人是我。甲你无地带啦，这查某囡仔心肝太牛太恶毒咧，我是要来甲招弟仔交代，我唔落去甲招弟仔讲。你黄奶奶就是叫阮查某囝蔡幼敏害死的，这嘛是爸爸定的啦，我无资格拍你，啊，若无我准甲你打落去啊！你敢真是无代志会死啊？你哪敢为着你感情，甲奶奶害到安尼啊？幼敏啊，你实在是，你是要要害咱所有人，我为你咧伤心，为你咧艰苦，你才会怨伊心啦？姐，本来是一个这么好、这么单纯的人。伊可能姊妹拢当作是上好的朋友，你来这是对做这么凶的代志啊！我真正不敢相信你安尼对待奶奶。我这个查某囝无放弃我啦，我放弃啊！我若无想要安尼啊，我就是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我想要停嘛停袂落，啊！你免跟我计较嘛哦。讲我袂地命嘛好，我就是无法度回头。啊！你若是要去甲大家讲，我是故意来救奶奶，袂要紧啊。为着我嘛，准备要用我这条命来卖奶奶，我就死给你看。你何必喊你奶奶讲话啦？我对你已经彻底失望啊！你袂安怎跟我无地带啦？但是我嘛袂当目睭金金看黄丽丽无代无事失去一条性命。但是法律有一条做遗弃罪，看人性命有危险，无出手共解救，致使人失去性命是犯法的。我这个老爸无在条家里，我叫警察局长来家里。你个好笑！你千万别去看，你别去看。你是咧创啥？你袂使卡的，你莫喊，好，我直接来报案。爸，好凶啊！爸，跟你姐姐快点出来。幼弟，你去看麦。
相爱，无相爱，无相爱。你嘛跟尤美啊小姐，刚刚你要和伊跟老爸同款，拢有真可惜。是啦，啊。我感觉伊啊一世人红点又做起好心，但是伊家己执迷不悟啦，啊咱较无才就甲规气交予法律去教啦，最起码等现场底啊一个公道啊。我想啊，伊这边会改，伊受到教训啊，你唔通毁掉伊的前途。哪有人讲做爸母的要甲查某囝送去坐监嘞？伊的前途就算讲拢总毁掉，嘛无才通换回来你一条性命啦。但你已经教无法你啊啦，何以家己做家己负责啦？啊！啊！不行啊！你别安尼做，伊变是咱的查某囝，我明仔目睭紧紧看，甲富贵赶快去坐家，你再给伊一个机会好无？是啦，爸，尤美这回哦是真正做唔对，而且做唔对，甲非常的离谱啦。啊，不过发生代志的时阵哦，凡说真正有啥物所在是真正有误会嘛，就算讲尤美伊真正希望丽丽出代志，啊，不过这嘛无表示讲尤美的心肝真正这么凶，伊是超过伊放手无爱救丽丽啊。我相信哦，尤美不是这么无良心的人，你得再给一次机会啦。是啦，爸，我无想要替尤美讲话啦。啊，不过你送伊去红馆，安尼敢真是较好。啊，凡世到旧共款，愈关愈歹，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啦。是啦，爸。搁再讲，你若真正去告尤美，安尼伫咧调查这段期间，尤美会做出什么搁较离谱的代志，这我真正唔敢想啦。爸，你是莫这么冲动，咱先等伊再讲啦。啊，无你卡丽丽还阁有生还的机会啊！万一丽丽若真是决心不行，咱再想办法，看要安怎处罚尤美，安尼好无？不行，你是听讲你亏欠我，这些年来。我有要求你什么核心？这边我求你让尤美啊，搁再一次机会好无？你为着这查某仔才伤心哦，唔值啦！我讲卖入去报案，但是我一定要甲处罚，啊那无袂交代你。妈，我来等。这拄则有甲我讲，已经后悔啊！伊毋是超工的。你免阁讲，嘛免替伊讲情啦。我无报警，已经给伊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但是无代表讲我着原谅你。啊，你也免怨叹讲我这做老爸心肝偌狭。过去我哪能正人苦恨你一日，你敢无咧听？我有甲你讲过，你若坚持要甲陈志辉做伙。就是表示讲，你无要听我话，你无要做我娶无上的查某囝。但是你即摆你就选择陈志辉啊！啊，你就是无要做我的查某囝，无要治这个家啊！啊，甲既然安尼，物件款款的，随甲我出去。从今以后，你不是我的查某囝。安怎生气？你嘛唔通对家己查某囝这尔专情，你甲赶出去，伊是要去倒位？伊有倒位通去嘞？啊，无要安怎？打打骂骂的，伊所做的代志拢虎虎的准拄煞心。爸，你莫甲这赶出去啦！是啦，爸，尤美做唔着代志，当然袂安尼准拄煞。啊，不过你即摆甲赶出去。对这件代志，天都无帮助啊！是不是把他留在厝内面，你们才有机会好好甲管教？免替伊讲话啦！
做唔对代志都要付出代价，这是伊家选择的。伊家既然选择爱情，就是无要伫咱这个家庭，恁拢唔免替伊讲情。妈，你莫甲我看自己啦，你有我留在厝的阿母，你有我有机会当弥补阿母。物件去看看嘞，随我出去。两条路给你行，一条就是离开，一条就是去警察局。我想。等你。要赶出去是？爸，啊，今麦这么晚，一个查囡仔在外口，安尼唔好啦。啊，咱一家伙有啥物话，明仔再讲啦。哥，阿嫂，恁拢免替我讲情啊。爸，伊是无可能改变心意的。伫个爸的心目中，我甲黄丽丽根本就是袂比的。自从丽丽甲志辉还未结婚之前，伊就一直阻挡我。叫我袂用手丽丽男朋友，今日佫为着丽丽把我赶出去，我佮丽丽在伊心目中甚呾重要，已经表现到足明个啊！你到底是咧讲啥啦？啊，明明是你家己做唔对代志，却唔知影反省，爸就是气你这点啦！啊，即摆讲这款话，是超过了阿秀偏心。尤美，你明知咱三个囡仔自细汉爸上疼的人就是你。爸甲妈甲你安尼惜命命，你即摆搁超过讲这话要气因的是？对，你要讲遐话，甲爸伊出因钱好不好？恁对我的拥有之恩，我袂当报答恁，我感觉真自责。嫌过我爱志辉，我为着志辉付出的一切，我拢袂后悔。我嘛无感觉我做唔对啥物代志。啊，假使讲奶奶无得度过这关，我娶尤美后世人才幸伊。啊，伊这世人就莫阁跟我抢志辉啊！你到这个地步，你还阁讲这款的话？那安尼，我这做老爸也无话通讲。尤美啊，紧甲你爸爸回信嘞，都无代志啊，较紧嘞。我是安怎回信嘞？阿奶奶确实就是伊无说你跋落海，我只是无尽全力甲救起，我嘛有苦劝伊甲走到伊的身边。啊，你若要甲这个罪怪在我身上，哎，对我太无公平啊！爸爸若是要为着这件代志把我赶出去，袂原谅我。我嘛无话通讲，爸，妈，以后查某囝无法度伫恁身躯边甲恁友好，是我不好。时阵啊，我袂用伊家己离开。
你请人家干是要安怎生活？刘碧啊，妈，这一顿啊，你留伊一点仔时间，我放伊一点仔时间啊。你都唔免阁听伊讲话，嘛免阁再爱伊，伊做唔对代志，都要受处罚。尤美，爸爸只有用这款的方式，看你以后要觉醒，以后要好好啊反省未？你会把我赶出门，就是因为我不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对无？我恨你。小姐，走。这有老村人小姐的快递，麻烦请伊签收一下。啊，伊还未来公司嘞，无紧啦，我替签收。多谢。